位摄影师都是身怀绝技的绝世高手。镜头前，演员动作干净利落，姿势潇洒轻盈。但如此炫酷的镜头背后，摄影师会是个怎样的状态呢？我跑着拍，跳着拍，爬高拍。原来每个帅气镜头的背后都有一个神一般的摄影师啊！为了呈现更好的镜头画面，他们化身为传说中的飞侠。这位摄影师旋风冲锋，说的就是你吧？但有时他们也会不堪一击。小宝一声吼，摄影师也要抖三抖啊！他们吞下眼泪，笑对悲伤。所有的朋友为他们所见证，一次幸福转身，一次完美的蜕变。这明明是一次与幸福擦肩而过的转身。幸福转身，